小。米虎弥撒，你好。吴蒂娜，谢谢。表演呢，刚等一下，第一首其实是我们今年好，因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大部分都要毕业了，那我们每次为了毕业就会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表演。瞄准目标，一二三，跟政府所核准的猎枪，猎枪的这边呢都会有打上一个印，花莲县警察局猎枪，可爱的手指头这边套起来，对，好，山猪都会过来吃爬高，对不对？爬高。平眼，然后下切。我一定想你们。